刷来啊，咱的信歌队要来献诗，因今仔要献诗的歌是《遐通信神》，阮欢迎你。向这大家平安。今仔日献歌队要吟的诗是《听堂圣神》，阮欢迎你。啊，兼在今仔日咱的 slide 顶关无歌词吼，这首歌是咱的圣诗163首，所以咱的椅仔头前有圣诗吼，就是这个163首，总是献歌队要唱的是这个合唱版。合唱版是就是伫4月就是咱有齐信德牧师来甲咱讲的吼，是齐牧师的。公主徐维恩教授伊所编的合唱。对，也很细。
啊，愿上帝深深接纳。再来，咱来看，咱来读今仔日圣经，是咱圣经经节伫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来读。恁毋通论断人，免得恁予别人论断，因为恁安怎论断人，也必安怎被论断。恁用什么量去量人，也必用什么量去量予恁。为什么你看见兄弟眼中的刺，却无想家己眼中有牛目？恁家己眼中有牛目，怎样对恁兄弟讲，用我去掉恁啊眼中的刺呢？你这家嘛为善人，先去掉你家己眼中的牛目，然后才会当看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唔通把圣物给狗，嘛唔通把你的珍珠钉伫地前，恐惊伊践踏了珍珠，挖怪加恁。恁祈求就予恁，敲吹就吹到，叩门就予恁，甲恁开门。凡祈求的就得到，敲吹就吹到，叩门的就甲因开门。恁中间尚有后生求饼，反倒转予伊石头呢？求鱼，反倒转予伊蛇呢？恁虽然无好，尚且知影摕好物件予恁儿女，何况是恁伫天顶的爸，煞无把好物件予求伊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恁愿意人安怎待恁，恁嘛爱安怎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甲先知的道理。今仔日是蔡牧师咧要来证道，蔡牧师今仔证道题目是恰到好处。兄弟，大家平安。有当时吼，咱可能有听过，或者家己捌有即款的一个疑问，就是讲，当我看到有人唔对的时阵，我甲讲出来，煞予人甲我讲啊，你伫论断。所以当拄到遮的时阵，迄个人或者是咱家己有即款的疑问，就安尼讲。敢讲啥话拢毋通讲吗？若是拢茫讲，敢有公义的存在吼？伫进前我嘛捌分享过即个一位德国牧师吼，伊是予希特勒掠起来关的一个牧师，伊家己有一款亲身的经历，伊有感而发，伊个讲即段话吼。伊讲，当纳粹逮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又不是共产党人哈。当因关这个社民党的人的时阵，我点点无讲话。因为伊安怎，伊讲我唔是社民党的人。当因掠这个工会人的时阵，我点点无讲话。因为我唔是啊工会人，当因把我抓起来的时阵，已经无人为我讲话，吼、哦，所以这个牧师伊嘛是在鼓励人讲，拄到无公义的代志的时阵，爱讲出来，总是这个讲吼，唔是讲理直气壮的讲，应该就亲像圣经在讲的安尼吼，讲恁大人爱紧紧安怎。听慢慢啊讲，慢慢啊想起，咱也无照这个圣经教示的原则来在讲的时候，咱上好个点点啊啦，慢讲哦。另外呢，佫有一个学者，伊对过去是迄种无神论者的基督徒哈，就是讲伊本来是无神论，后来信主啊，迄个基督徒。伊做 interview， 甲因访问，甲因调查，伊个发现讲，即个前无神论者吼，差不多无有几个人吼，有特别充足的理由来支持讲家己即个无神论的一个观点。但是伊发现一点介特别的所在吼，就是讲，伫遮的无神论者吼。有三分之一的人，伊是用负面的角度来看基督信仰。
啊，为什么因会对基督信仰有负面的角度呢？是因感觉这个基督徒吼，比其他的人佫较敖论断别人，也就是讲，这个基督徒的论断会哪吒人来得信主。啊，兄弟，咱看到这两个对比吼。安尼，咱来想吼，啊，到底拄到无公义的代志，要讲也则是不该讲吼。其实认真讲起来吼，咱人吼，对一件事实的反应，至少有两种行为，至少吼，一种叫做论断，啊，一种叫做判断，啊，一个叫论断，一个叫判断，啊，而且圣经对咱的教示是安怎？不要论断，但需要判断。啊，代志也是看到一个人的时阵，啊，圣经讲叫咱爱去判断。啊，判断是怎么一回事？哈，我想我用这个图片啊来做一个解说。其实咱看到代志，或者看一个人，啊，咱开始在判断的时候，咱来了解，咱就亲像行伫迄个钢索的顶面。啊，行在钢索的顶面，咱也一无注意，失去了平衡，啊，个安那摔过，落入迄个气潭，迄个气潭是啊，论断。啊，所以这个判断加论断吼，咱会用讲是行在迄个钢索的顶面，啊，咱真容易论断。啊，今仔日咱也有这个心智，有这个想要家己吼。啊，亲像圣经讲的，啊，一句话讲得合宜，就亲像金苹果落伫银网啊里，咱个需要去明白讲，啊，哪会叫做论断，啊，哪会叫做判断，啊，大圣，啊，咱先来看啊希腊文哈，啊，这个论断这个字，啊，希腊文论断这个字，啊，没事，无我看。应该要试一下。啊，希腊文论断这个字吼，伊本身有几下个意思，啊，像是伊嘛包括着论断甲判断，也就是讲，啊，咱希腊文这个论断这个字，伊本身就是论断甲判断这两字，啊，但是什么时阵咱家看作是论断，什么时阵咱家看作是判断？啊，这需要根据这个经节的上下文吼、哦、来做决定。啊，伫遮，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第三节到第四节。伫这个经节的内面，咱有看到论断、甲判断啊，这个中文字。啊，总是呢，这两个字啊，伊伫原文拢是同一个字。啊，因为伊的上下文无同。所以这个字翻译嘛，真侪无同款的一个意思。啊，咱来看今仔日的经章吼，啊，咱来看今仔日经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咱伫遮这个经章就是在讲啊会论断。为什么？因为这个讲话的人啊，伊在讲的讲，即马在讲的这个人啊，伊的眼中有哪？牛木、哦、啊，这个牛木是代表什么意思？伊有成见。啊，来，伊阁讲，伊看到兄弟眼中有刺，这是在形容这个人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啊，咱阁来看今仔经章第六章，今仔个啊，这句话哈、哦，虽然无出现希腊文。啊，这个啊 ，krino 就是这个论断这个字，但是这个经节主要的意思就是在讲哪会呢？判断，你也要去判断、判断，一嘴是高，啊，一嘴是啊低，哦，也就是讲，哦，你也要去判断谁是阿狗，谁是阿猪哈、哦。啊来，啊，咱来看哈、哦，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在讲。唔通做嘅代志，啊！第六节是咧讲，咱爱
需要做的代志。所以今仔个经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伊主要的一个信息是咧讲，唔通论断，但是你爱安怎判断，也会用安尼讲，咱唔通因为讲唔通论断，咱煞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所以伫这个方面，咱爱恰到好处。圣经对伫唔通论断举例真济个原因总是今仔日咱甲这个焦点放伫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伫遮我要邀请兄弟咱三个做伙来读马太福音第七节到第二节咱三个做伙来读这个，今仔日做伙来读来请。因为恁怎样论断人，也要怎样被论断；恁用什么牛气牛给人，也要用什么牛气牛给恁。伫这咱先来看这句话要用什么牛气牛给恁。咱来想一个问题这句话是一个祈使句所以你无看到主词是甚物话，但是咱来想当咱用甚物牛气牛予人的时阵，安尼到底自谁嘛会用甚物牛气牛予咱？我伫遮想到的至少有三项。当我若是用甚物牛气牛予人的时阵，别人嘛用甚物牛气来牛我？当我用什么牛气来牛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也会用什么牛气来牛我自己。再来，当我用什么牛气牛给别人的时候，上帝也会用什么牛气牛给我。在这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做回来他来请。比恁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拢掠做极细的事，连我家己也无论断家己。伫这经节，伊讲到就是讲，别人会论断咱，咱家己嘛会论断咱家己。而且当咱家己论断咱家己的时，有当时咱拢会产生一种情绪，叫做自怜。好，过来，咱来看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伊遮安尼讲吼，伊讲设立律法甲判断人诶，只有一位这位是虾米啦？上帝就是迄个会用救人，嘛会用灭人诶。伫即节经文讲着讲上帝伊嘛会安怎判断咱？好，兄弟伫遮，咱第一，咱爱拒绝论断别人。伫遮咱先来看第二章即句话。第二章即句话，咱头前有读到当咱读这经章读了后，咱敢有感觉，这个论断亲像哪会？咱知影咱最近教会在拍乒乓拍乒乓的人愈拍愈侪可能甲迄、那个。哪来哪多会晓拍乒乓的人来教会来拍乒乓的人愈来愈多。论断，我感觉有亲像在安怎？有亲像在啊？拍乒乓你怎样甲拍过？伊个安怎？怎样拍过来？这个是啊，你怎样论断别人？别人嘛安怎？怎样论断你？我伫对一个部分来去论断别人，迄、那个论断嘛会转来我的身躯顶。像这种情形，咱敢有似曾相识？这种情形伫总统选举无开一个辩论会，你就会看到想要论断，想要乒乓球拍来拍去。再来，咱伫电视的迄个政论节目，咱嘛能看到。伫这 YouTube、Facebook、IG，
啊，顶面的留言板啊，足济啊，尤其啊，最近吼、哦、有足济啥物网红有无？哦，啊因啊为着要提高因的点阅率啊，哦啊因个随意讲一寡论断的话啊，对一间餐厅安怎安怎啊，对一个有名的人安怎安怎，对一个新闻安怎安怎，哇、啊，开始一直遐论断，一直遐论断，啊甚至啊有一寡网红吼。哦唔搭线上动口，线下个安啦啊动手，前一阵嘛吼，啊台湾个有两个网红吼，听一个叫做超 S 吼，啊一个是 T 开头的吼，啊因为因不满对方的论断，啊两个煞伫外口咧相拍啊上新闻，哦啊这种论断，啊所以咱论断别人。别人嘛安怎论断咱？啊，这是没完没了的事。啊，而且咱确信无有一个人是得胜的，拢是两败俱伤。啊，所以咱应该片面去论断别人。啊，佮更何况就是讲，咱看到的无一定拢是正确。啊，佮亲像约伯啊，啊，对伊的朋友啊，伊的朋友来安慰约伯嘛。爱朋友个用伊个角度来甲约伯讲一寡话，啊，讲甲本来要安慰人，煞讲甲，予约伯生气，无想要甲伊个朋友讲话，啊，所以约伯呢，伊个甲伊个朋友讲遮个话吼，讲啥话？伊讲正直个言语开得有够大，啊，但是吼，恁即几个吼，恁在执笔个是在执笔啥物？啊，意思就是讲。你咧执笔的拢唔对啦，吼！啊，咱伫只，咱来看这张足有名的一个图，吼！阿兄姐，啊，咱看到的，你感觉这幅图是一个少女的，请举手。你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请举手。啊，你看到的是一个阿伯啊，请举手。放落来。啊，你看。无同款的人，同款一个图，煞看出来煞无同款的吼。啊，咱过来看这个图吼。啊，你看这个图，你感觉内面的迄个线是敢有平行，敢有互相平行？看起来亲像无对不对？啊，但实际上是有嘞。啊，兄弟，我秀这两个图给咱看的吼。啊，这是伫迄个艺术界内面啊，有一种创作的形态叫做视觉错误。啊，伊在说明一件代志，就是眼不一啊，眼见吼不一定为凭啊。咱讲眼见为凭吼，但是你看了这两个图了，你会发觉眼见不一定为凭。啊，为什么吼？因为当人在看一个物件的时阵吼，伊会根据经验主义去判断、甲感知，啊，就安尼伊个会看到头只出来即个图形是啊错视图形，啊，每一个人看出来图案拢无完全共款。啊，即我用即个物件嘛，要来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啊，当咱面对一件代志的时阵，或者一个人的时阵，咱会根据咱的经验主义去判断、去感知。啊，这的经验主义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因为这个经验主义哈，伊的形成是因为着啊，咱的父母啊、家庭。过去的成功、失败、过去的伤害、特别的经验所形成的。啊，咱有一句话讲：“一朝啊，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个是经验主义。我唔知伫咱的当中吼，啊，有人啊，看到游泳池会惊的袂？啊，为什么伊看到迄个惊？因为伊细汉啊啦。
伊捌可能去予水淹过吼，啊，看到迄个会惊啊啊！台湾高雄咧啊，有一个足有名的做胖的师傅吼，啊，伊会遐尼啊出名，是因为伊啊代表台湾啊出国比赛，啊伊做胖啊全世界啊第一名，摕到金牌倒转来安尼吼。啊，后来伊开店做生意吼，啊开始卖胖。啊，迄时阵我伫台湾吼，我印象就是迄个所在每一工吼，拢因为伊间店吼塞车吼，伊开间店迄个所在因为遐塞车吼，有一点啊亲像台南的安平的豆花吼。啊后来总是吼，咱感觉哇，这个遐厉害，一定安怎安怎安怎，但是吼。我听到伊个故事，我感觉啊真趣味吼。啊，伊个故事是安怎呢？伊刚开始伫学做胖个时阵吼，伊有一个足大个一个特爱，就是伊无法度去分辨啥物物件好食无好食，伊无法度去分辨。啊，为虾米？因为伊细汉个时环境足歹个，伊无机会去食到好食个物件。啊，伊接触的食物吼，较食嘛是迄几项，足少的种类足少，所以伊分辨袂出来好食的物件到底是甚物款。啊，后来啊，有一个人吼，佮发现到啊，伊的问题出伫遮，啊，佮带着即个做胖的师傅吼，四界去食，啊，带伊食鱼子酱啦、鹅肝酱啦。啊，带伊食啥物哇？世界各国的一挂好食的物件，啊，让伊去测试足侪无同的。啊，后来呢，伊渐渐啊会用去分辨、去判断，哎，好食的物件到底是啥物款啊？啥物款的一个情形？啊，同款，今仔日啊，啊，咱在判断一件代志的时阵，咱足容易。因为咱的经验主义啊，落入论断的内面啊，所以上帝个教示咱讲，咱爱紧紧啊呐听，咱个爱慢慢啊讲啊，总是伫遮，咱爱明白一件代志，就是讲上帝叫咱唔通论断这个命令吼，唔是叫咱讲爱视若无睹，是要求讲咱。爱宽宏大量，耶稣无甲咱讲停止做人吼，为虾米讲做人这两字啊？因为咱有法度来判断，有法度来评价，这种能力是只有咱人有的。啊，咱啊无法度去判断，无法度去评价，这个亲像甲上帝给咱的一个能力，甲伊 cancel 掉安尼吼。啊，甲伊 disable 安尼吼，啊，总是呢，当咱在判断、当咱在评价的时阵，咱爱放弃迄种以神自居的野心，就是我真做一个审判官，吼，啊，这是啊，咱爱设计的，啊，总是伫遮，咱过来看另外一个角度，回应论断，拄则咱讲拒绝论断吼。即马咱要回应论断，有当时啊，咱无缘无故予人论断，啊，而且呢，迄个甲咱论断的人啊，伊个亲像头一节经节第六节安怎讲安尼讲诶，伊是甚物款的人？啊，我个细节，伊是阿狗跟阿猪吼，伊是阿狗跟阿猪。啊，遐即咱也拄着阿狗跟阿猪甲咱论断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回应？一般来讲，哈，啊，听到论断的话时，咱内面会安怎？心狂火大，我想要来回应对方，哦，紧紧来甲伊回应。但是后壁拢往往会演变真多，就是咱开始用言语来伤害对方，咱开始来控诉对方。咱开始来定因的罪，啊，伫这个内面吼，
有一个足特别、足奇妙的所在哈，就是咱人哈对这个代志足有天分的，咱唔免去予人教，咱唔免调工去学哈，咱个会安怎足够用言语来伤害对方哦，来控诉对方，来定别人的罪。啊，兄弟，唔知咱在教咱的囡仔的时阵，啊，咱厝后两个囡仔，啊，你也看迄两个囡仔吼，伫遐在抢玩具的时阵，你看因讲的话，你看因所回应的动作，咱拢无甲因教，啊，但是吼，因真牛哦，哎，伫遐玩哦，啊，啊，兄弟，咱来看到遮，啊，咱过来看耶稣的态度。耶稣伊对伫即个论断的回应，伊是安怎？咱来看啊，《彼得前书》啊，第二章二十三节。啊，咱做伙来读来请。伊被骂无幸口啊，受害也无讲威胁的话，只将家己交托予迄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这有当时啊，咱唔免为着论断来底甲对方争辩，因为伊是阿狗啊，他是阿狗跟阿猪哈。箴言第二十六章哈，第四节哈，安尼讲哈，咱来看箴言二十六章第四节，伊讲唔通借愚妄人的愚妄来回应伊，恐惊你甲伊啊呐同款。啊，马克吐温哈，啊，咱讲这美国的幽默作家哈，伊嘛讲一句话，伊讲啊，唔通甲傻瓜争论，伊会将你诱到因遐的一个水平，啊来甲你回击哈。啊，所以拄到阿狗跟阿猪哈，啊，咱其实唔免介意底下回应啦吼，啊，这个时阵咱该有一个判断力。啊，另外阁有一个理由，就是讲，其实迄批评太侪吼，你若讲一个一个拢要去甲伊回应，其实足了时间呢。啊，特别啊，咱真细个吼，伫啊最近也则是较早，啊，咱伫即个赖的族群，咱也看到迄论断的话的时阵。咱上好放伫即个赖的族群顶面啊，有啥物回应？因为这安那，我看到的经验吼，不管是伫咱家，还是我较早牧羊的教会，也者是伫我的朋友的族群，那是有一挂论断的话走出来的时阵，通常拢一句来，安那一句去，啊个来来去去，啊通常拢无握手言和，通常个安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哈。啊，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啊，但是啊，哦，火气也无好，是你发觉讲剪不断，理还乱。啊，所以今仔日咱也有一挂论断的话出来，你想要沟通，其实唔是伫赖顶面沟通，上好的办法是安那，面对面。哎呀，这是。啊，有电话安尼互相沟通，因为你伫迄个内面，你看袂到对方的表情嘛，你感觉袂到伊的情绪嘛。啊，但是同款的一句话出来，你感受的是哪货？你感受到的情绪是，你对伊的一个感受，啊，你会把迄个感受藏伫伊的意的内面，啊，所以会造成真侪误会哈。啊，但是伫即个内面，咱嘛是爱去看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啊，咱唔是讲我面对这种论断，我爱完全沉默哈。是讲啊，咱面对这论断的人，就是这种阿狗跟阿猪的时阵哦，咱是沉默。但是咱对的上帝，咱无沉默。对的阿狗阿猪，咱沉默。但是咱对的上帝，咱无沉默啊，因为这个时阵。咱会用啊，为着家己所受到的一个论断，咱来向上帝祈祷。啊，咱将这件代志完全交托给上帝，啊，叫上帝来做一个公断。啊，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安尼甲咱讲，哦，咱三个做伙来，他来请人一切所行的，在家己眼中看作清洁，独有耶和华好衡量人心。啊，其实真侪人哈，迄种阿哥、阿祖，伊呢在讲论断的话时阵，伊拢安怎？感觉家己是清洁的，伊感觉家己是义的，但是事实毋是安尼。真正的公义，真正的清洁，毋是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就有迄个物件。嘛，毋是讲我讲我是安尼，我就是安尼。真正公义，真正的清洁，什么人讲较有准绳？耶和华。哦，换一句话讲，别人的论断哈，咱参考就好，咱毋免啊挂伫心肝头哈，啊，甲伊当作咱的爱人，安尼甲伊扛遐久，毋茫吼，咱毋免甲伊当作伊个是山盟海誓的话吼。咱家己看做的是啊，船过水无痕，啊来参考参考，啊上帝论断较是安那，会判断较是真诶。啊，总是有一个物件，咱是无法度否认诶事实。当咱听到论断诶话时阵，咱是有情绪诶，迄个情绪。让咱感觉受伤，让咱感觉心寒、火热。啊，咱迄时阵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这个话实在让我感觉作委屈啊，我受到冤枉。哇，你讲这个话啊，想要把我的价值给我贬低了。啊，你讲这个话伤我的自尊心。啊，这个话让我感觉啊，让人误会。啊，这个话对我来讲无公平，这个话让我感觉啊，完全无快乐。啊，这个话让我感觉我是一个失败者。啊，这是咱人听到论断的话的时阵，咱无法度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咱有迄种受伤的情绪。啊，对着这个情绪，咱要怎样来调息？咱要怎样？在这个内在的创伤要安怎得到医治？我想这个时阵，一个上好的办法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头前，咱凭着信心，真专心吼来听上帝安怎在对咱讲话。啊，伫遮咱看诗篇十六篇啊第八节。到第九节，咱三个做伙来，他来请。我将耶和华常摆伫我面前，因伊伫我的正边，我无得较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欲安然徛起。啊，这论断的话吼，常常拢会予咱啊，即句伊讲啊。摇动啊，佮亲像啊，我常常会讲一个成语叫做“父子骑马啊进城”哈、哦、啊，到底后生要骑要坐伫马啊顶，还是啊老爸要坐马啊顶？一挂论断的话，拢会予咱安怎摇动，拢会予咱摇动。啊，伫这个内面，伊佮咱讲，就是讲咱。遇到一挂论断的话，要安怎较袂摇动？的方法就是咱将耶和华摆伫咱的面前。当咱因着论断的话受伤的时阵，咱来想哈，我听到一句论断的话，啊，我迄个时阵，我艰苦心的时，我是将什么话摆伫我的面前？啊，咱来想吼，迄个时阵，咱敢是常常安怎，将迄个人讲的迄句话安怎摆喺我的面前，毋是将上帝哦，哦，你甲伊甲迄句话是你的最短距离吼，我做迄件代志，
摆伫我诶面前，啊，我将迄个人诶表情摆伫我诶面前，啊，我将我家己对我家己诶怀疑，也即是我对我家己诶自怜，我摆伫我诶面前，啊，我伫迄个所在咧想，啊，迄个人安怎想我？啊，我伫想我后一遍伊也搁安尼讲，我要安怎甲伊引转去？哎呀，这通常咱拢甲遮个物件摆伫咱个面前，啊嘛，因为安尼，咱个为着遮论坛个话，咱伫迄个所在艰苦，咱伫迄个在失去快乐，咱失去信心。但圣经甲咱讲，拄着遮个摆伫咱个面前个，毋是遮摆伫咱个面前个是安怎？将耶和华常常摆伫咱个面前。啊，即句话的具体是哪会？当咱啊跪落来祈祷，咱就是将耶和华摆伫咱的面前。啊，当咱拍开圣经，好好啊注意听上帝话的时阵，咱就是将耶和华摆伫咱的面前。当咱开始开嘴而乐感谢上帝，咱就是将上帝摆伫咱的面前。当咱来教会而乐敬拜，伫教会服侍。咱就是将耶和华摆伫咱的面前，啊，这遮个用帮助伊伫咱受伤的心，互咱重新搁得到快乐，互咱无搁惊吓，互咱无搁焦虑。啊，遮个动作会互咱经历保罗所讲的即句话。咱看罗马书第八章啊三十七节，啊，咱啊，不好意思。好，咱三个做伙来，他来请，靠着听咱的主，伫遮一切的事情，咱拢得胜，安怎？有春。啊，这因着论断的心，你感觉失败；因着论断的心，你感觉艰苦。但是圣经这句话，咱爱相信，靠着呐，听咱的主，咱个得胜有春。而且是 everything， 啊，每一件代志得胜有春，这是上帝赐予咱的一个丰盛。啊，听这伫这所在，啊，咱对伫上帝要予咱的一切，咱敢有感觉丰盛？上帝为咱所备办的丰盛，哈，一定超过咱家己所受的论断，甲所受的伤害。今仔日啊，咱真侪基督徒，上帝赐予咱的，毋是敢为着得到永生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毋是讲我予你永生，啊，其他拢无插你。啊，上帝毋是安尼，上帝予咱永生，啊，而且伊搁伫即个更新，就是咱开始得救的迄个时阵开始，啊，一直到。啊！上帝带咱去天家，甲伊三甲斗阵的这段时间，咱需要伫地上过迄个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是丰丰富富赏赐予咱。求上帝帮助伫咱吼，予咱啊对着人的话啊，唔通记条条。予咱对上帝话安怎记条条，予咱无阁受这论断的声音的折磨，予因伫主的话语的内面，予咱认捌真理的当中，咱阁得到自由。阿门。咱三个起立，咱做伙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来回应。Oh
在咱这时啊，来回应祈祷，咱求上帝圣神今仔日来光照伫咱，求上帝求咱感动咱的心，予咱的祈祷会亲像以赛亚同款，讲上帝啊，啊，我是一个啊嘴无够清洁的人，啊，求上帝用炭火来洁净咱的舌头。让我们不再说出论断的话，我们在这里也恳求上帝赐予我们有智慧，知道怎样来判断，的确我们不活在那种完全失去方向的一个光景的里面。现在我们这时三角来向上帝回应祈祷，也求上帝亲自来医治我们过去受到一些论断的话的伤害，求上帝来医治在我们。我们三个开嘴来祈祷，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创造我，也赐予我有讲话能力，也赐予我有智慧来判断。主啊，你也看到我人因为罪缘故，我因着人讲的话，我有当时我伫个所在欢喜，但是我有当时嘛着因为人讲的话我悲伤。主啊，我求你，予我有一个耳会用听你的声的耳，予我有一个敏感的耳，就是我对你的话语，我敏感。的确，我有智慧，知影要安怎来判断。的确，因为我有一个对你的声有敏感，所以我们过去因着人讲的话，所有的伤害，我嘛要安尼得到医治。主啊，我恳求你，你是我的牧者，
我是你的羊，求你让我的耳听到牧者的声音，坐过世间人的声音，愿上帝帮助在我。主啊，我也恳求你让我知道怎样控制我的舌头，让我的想法，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会让你欢喜。主啊，求你来监察，也求你来医治，也求你来洁净在我。我这样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们。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遐灵来的祝福。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恁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嘴应跟上帝，咱爸上帝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愿上帝赐予咱大家。